想也趁着这个机会难得，今天呢，应该说昨天再加上今天两天，我们美丽新星动漫嘉年华的活动呢，差不多进入到最后的尾声了。那我想，我今天再次的邀请今天所有的表演者，我们的代言人，我们的虚拟角色 Mia， 我们的 WS 的吉祥物，我们也都来到舞台上面，我们要拍一个最后的一个大合照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大家呢来占个位置。今天呢，这些表演者们呢，他们在舞台上面带给大家很多精彩的一个演出。那这也是2018年呢，我们举办了两次的美丽新星动漫嘉年华活动的第二场，也会是今年的最后一场活动。那他们非常用心的来准备这场活动，非常的感谢今天的所有表演者。好，我们哇，大家都到齐了之后，来分配一下大家的站位，大家脸都要露了出来，都会看到。一线老师，你要上来跟我们一起拍吗？没有 ，OK。好，前面的朋友我们稍微蹲一下，思文老师没有，思文姐姐没有办法的话，我们稍微往后退一点点。好 ，OK， 好，都找到了自己的好位置了之后呢，我们也邀请现场的所有朋友呢，在舞台的正面呢，可以一起来跟我们捕捉一下这一个时刻。这是我们这一次美丽新星动漫嘉年华二的第二天的所有表演者，包含了我们可雷乐团的可雷，好，我们的台湾雅典娜、陈思文、思文姐姐、Moontrace 的所有团员、Ino 里的所有团员，以及竹子 Hinako， 那今天呢，在舞台上面载歌载舞、热力演唱，希望呢，就是带给大家分享大家喜爱的动漫文化作品的各式各样的喜悦。希望大家感受到了之后，未来我们的舞台呢，会继续的努力的、持续的带给大家更多的演出。也希望有朝一日，如果你真的有这么一个在舞台上的梦想，我们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面看到你的演出，在未来说不一定。好，我们看看右半边，我们看我头全部往右边看，看右边的朋友们。好，来，右边的朋友们来捕捉一下这个画面，来，大家一起看右边，来，准备3、2、1，啪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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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有拍到之后，大家一起看左边的哦，在左半边这边的朋友们，好看这边，大家一起来笑。有什么大家想要摆 pose 的需求跟我们说，没有的话我们就让大家自由发挥了。好，来，准备3、2、1，啪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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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最后再一次正面的，最后再一次正面的啊，最后一个机会了，来，3、2、1，啪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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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谢谢，再一次放完热情的掌声，感谢今天台上所有的表演者，他们今天的陪伴，这场活动来到最后的这个时刻，陪伴了大家。那等会儿呢，他们呢，有些朋友呢也会回到他们的摊位这边，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跟他们互动。再次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下楼梯的时候希望小心一点，别跌下去了。好，那不要忘记了，在今天活动结束了之后，大家回到自己的家里面，也可以跟好朋友来分享今天活动的喜悦。那如果你不急着走的话呢，欢迎大家来到面对舞台的正后方，我们的白色帐篷区依然有我们今天很多的厂商啦，在地的一些工作室啦，或者一些业者呢，他们在这边摆设他们的一些摊位，我们有贩售很多小东西，大家可以逛一逛。我们今天的表演者呢，也他们的摊位也在后方，大家可以呢在他们的摊位跟他们来互动聊天，甚至是合拍合照都是 OK 的。当然请你们礼貌的跟他们来询问。今天再次的呢，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美丽新星动漫嘉年华的活动。同样的，我们活动一样感谢主办单位，我们的高雄市新兴区公所、高雄市新兴区32里的里办公室里长们，以及呢我们的新爵江商业街永续发展协会、玉竹商圈管理委员会、南华观光商圈发展促进会、六合国际观光夜市发展促进会，以及我们的高雄市政府跟高雄市政府民政局，谢谢你们让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。希望很快的，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地方、在这个舞台再见到大家。如果大家对于这类型的活动有兴趣的话呢，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在后面看板看到的美丽新星 Mia Girls 的粉丝团，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讯息。那在下个礼拜，我们会邀请各位来宾，在上一次的活动当中，我们邀请他知名的实况组深野叶子呢，他会来进行商圈的一个拍摄的一个活动，我们的活动讯息会铺在上面。同样的呢，如果大家呢喜欢在地的同人志贩售会啦、表演活动的话，在明年的2月23到24，刚好周末两天，有我们的第38届的 WS 动漫展，地点会在我们的小港社教馆来举办，到时候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呢一起来看看，大家有没有喜欢的动漫画作品，找一些大家制作的同人志啦、周边等等的。那舞台这边的活动，舞台这边的活动到这边，摊位的活动呢，
会到九点钟，哦，会到九点钟，所以就是离现在开始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大家的时间请去逛一逛，或者是跟表演者互动一下咯。我是今天以及昨天这一场活动的主持人，我叫大雄，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活动，希望很快的可以在舞台上面为大家服务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